中国最大的岛是台湾岛吗？是的，台湾岛是中国第一大岛，面积 3.58 万平方公里，在世界的大岛中位列第38名。台湾岛是在40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中开始形成的，并逐渐在250万年前固定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台湾岛有2300万人口，其中 98% 是汉族，其余 2% 为高山族等少数民族。